我们今天要谈的主题是如何扣押债务人在银行的存款。那首先呢，我们必须取得一个执行名义。但是在讨论这个之前呢，可能还是要先跟大家讲一个基本的概念，就是我们今天可能发动一个民事诉讼的一个流程。那好不容易经过打这个官司呢，花了半年、一年甚至两年，结果最后终于。 打赢了，拿到了一个胜诉确定判决，才发现说他名下根本没有钱来还给我们，那这样不就是浪费这两年的时间吗？所以其实，在发动一个民事诉讼的一个过程当中，我们在一开始就要先判断说，对方他是根本就已经没有钱，完全透支了，还是他只是不想还我们钱？这我个人觉得是一个最重要的一点。 要不然就会发生像上面的那样的状况。那首先，我们现在看我们取得执行命义呢，在强制执行法第四条第一项还有等等的规范。比如说，像最常见的呢，就是我们拿到一个胜诉的确定终局判决。那要注意一件事情是，今天我们在法院呢，他并不知道这个东西他已经确定了没有，所以我们在递强制执行申请状的时候呢，我们还是要。 等到法院发给我们一个判决确定证明书，判决确定证明书。那以下呢还有比如说像假执行啊，或者是法院诉讼上的和解等等的这些就不太特别赘述。那再来第二个最重要的部分是说，我们怎么知道债务人他名下有哪些财产？这时候呢，我们就可以拿法院的一个判决书呢去国税局调阅。 债务人他的财产跟所得清单，注意哦，财产跟所得清单是不一样的概念。比如说我们现在看到右上角这一张图，我已经把各自的部分都涂掉。财产清单指的是什么？就是說我名下呢可能有什么动产，像动产最常见的就是车子，不动产呢就是房子。那当然车子不值钱嘛，我们当然想要强制执行是执行对方的房子，因为房子是值钱的。 那再来呢？所得的部分呢？所得的部分，比如说，我们就可以看到他去年，比如说今年我们去调的话，就可以看到他去年他申报的他的收入有什么。比如说他可能有利息的收入，或者是有租赁房子的收入，或者是工作的收入等等。那从这个我们就可以知道说，他可能哪个地方有房子出租给人，或者是他在哪里上班。 以及最重要的，我们可以知道他在哪个银行可能有存款，因为我们可以从他的利息收入去推估，他可能让这个在银行的存款有多少钱。但是这有这有一个什么样的问题？因为我们现在假设我们现在是一百一十年。 我们看的呢是看到一百零九年的资料，那有没有可能说，因为它中间已经差了一年，有没有可能这个债务人他早就把这个钱呢提领一空？这很有可能发生的。OK，那顺便要补充的一点事情是，通常国税局那边在中所税的财产资料的每四月底呢，才会有去年的资料，因为五月报税嘛，所以说像。 这个情况呢，我们是在四月初调的，今年的四月初，今年是一百一十年的四月初，那个时候呢，只能调到一百零八年的，所以说要注意这个时间点，可能又会落差一些。OK，那要准备什么？第一，判决的正本；第二，如果不是本人申请的话，要有什么授权书。 那如果有授权书，还需要有债权人的身份证的影本。再来提到费用的部分，因为这是属于两笔不同的资料，那一份的费用呢是两百五十元，所以总共要花五百元。那到各地的国税局都可以立即调阅。 取得那总共的费用五百，这边特别再补充一下。在我们看到，那我们现在可能就知道说他在哪个银行可能有钱哦，因为我们可以知道他的利息。这是我们叫第强制执行的申请状啦。那再来问题是说我们要向哪个法院递状呢？这边特别要容易注意的事情是说，如果说他的银行所在地，我们要看他的分行的所在地。 比如说，今天我在国泰市玩银行有存款，他可能是在竹科分行，也有可能是在台北市的杭州南路的分行。那如果说今天他的利息的所得收入来源呢是在竹科，哇，那我是不是就要到新竹地院去地状？这边要特别注意哦。那有些人如果说，比如说他新竹地院地状，然后呢，我一样是在台北地院地状地错地错法院会发生什么情况？ 会发生什么情况？会驳回吗？不会哦，他就裁定移送而已。那裁定移送呢，就会导致我们强制执行的时间又再更延后。OK，那再来，我们要先预纳费用，就跟我们今天要去告人的时候呢，我们要先预缴裁判费嘛。那强制执行的费用呢，在五千元以下呢是不征收，那五千元以上。 应该不会有人执行五千元以下的财产吧？五千元以上呢，我们强制执行费用呢是千分之八，也就是说，如果我要查封对方一百万的金钱的话呢，我要缴八千块的执行费。那另外，像如果说是非金钱的其他一些行为不行为的呢，统一是收三千块，那个地方就不特别赘述了。那最后呢？ 法院地状之后呢，他就会发给第三人，就是银行扣押命令。扣押命令基本上他就是禁止银行呢去处分跟债务人去领出这个金钱，他有一个禁止处分的效力。然后在这个时候呢，债务人也才会收到法院的命令，他才知道说靠，我的钱被扣押。这个时候他才会知道，他跟我们一般我们在。 民事诉讼的流程当中，法院同时在会同时发函给对方的，这是不一样的概念。因为如果说同时我今天要强制执行的时候，我就发函给对方，对方可能就先把钱领走了嘛，他会有警觉性。那这时候如果债务人他认为说啊不行，你这样是不对的行为，他可以在收到我们的扣押命令的时候呢，就是向法院异議,议，他有个十天的一个异議,议期间。 那如果说今天他也没有做异的行为呢？那今天银行呢？不好意思，今天法院呢？他还会再发给债权人一个收取命令，就我们下面看的右下角图二，他就是说大概的内容就可以说哦，今天你终于可以向这个银行呢去要求拿多少钱。那这时候呢，你就可以打电话到那个分行去询问说，诶、欸，什么时候可以去拿钱？通常呢，他会发给你一个银行本票。 那如果说你在那个那家银行本来就已经有账户呢，你就可以直接当天透过那个账户呢领到钱。但如果说你是要把这个本票汇到其他银行呢，通常会有个三个工作天。OK，以上是今天的解说。